挖到一个超好用的黄褐睫毛膏，能把睫毛刷得像贴假睫毛一样卷翘，但又更自然，而且是一支可以下水泡汤的睫毛膏，坚挺持久一整天。它这个是像睫毛膏跟睫毛梳这样很密的长角梳刷头，第一次看到这种刷头这么大，并看去很细的那种手机，它上眼刷出来的效果又超卷翘，都不会结块。它就是可以很好的深入睫毛，刷的同时还可以帮你整理的根根分明，刷出来就像那种扇子的骨架一样完全撤开。然后刷头的另一面比较精细，可以拿来刷下睫毛，处理细节就很方便，也不容易沾到眼皮。你看它刷完这种又卷翘又浓密的太阳花睫毛，这放大效果就不说了吧。这个刷头在刷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结块，每一根睫毛都有被拉长的感觉，整个就很干净又整齐，不怕苍蝇腿部掉渣渣。刷完了，它就放大了一倍，超有神。对我这种细软塌的睫毛来说，真的很棒。就是再软的睫毛，用它刷就一直翘着，都是很塌不下的。而且它是360度都翘着，你看，支撑力真的很好。我真的太会选睫毛膏了。